们特地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，陈天宇、张福涛。嗯，欢迎张老师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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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老师。好，现在我们第一个比赛的项目叫做一二三木头人。啊啊！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来来走。哎，超哥，拔腿，这就是犯规的代价。来趴一下，趴下，躺着趴，你得往后趴下，全部回去，全都动了，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。那不是回家吗？怎么还整我们呢？这个橙色衣服的选手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但他一直抠我脚。我们是趣味拖油瓶啊，我们是趣味。好，可以，准备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哇，你们这么快的？好吧，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一二三，木头人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